哇，呀！大郎上学两个月，今天去看他，他长大了好多，忽然觉得心里好疼，就接他回家了。大家一直问我，为什么会养大郎？半年了，今天就和大家说一下吧。在阿卢走的第七天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阿卢对我笑，我刚想说话，画面闪现出一只小狼狗。早上醒来，我对老婆说了这个梦，老婆问我，那我们去哪里找这只小狼狗呢？我说不知道，只记得它蹲在草地上。白天我们说去狗市场转转，进门老婆让我回头看，就看见一只小狼狗站在一块绿色假草上，我怎么能不带它走呢？一晃半年过去了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知道那仅仅是一个梦，可能是因为想念吧。我相信每一只狗狗都有它的使命，不管你为何而来，这一生我定护你周全。接下来就要验收你两个月的学习成果了，大家请看。